身外有缘，感觉在画自画像。兔兔，它是一个情绪，情绪，开心，嗯，害羞，难过，三个字，好开心，好害羞 ，ABB， 笑哈哈。第一个字可以是就是你好什么？好什么？是漂亮的另一种说法。美美滋滋。对。好，下一个。啊，好。这个能先过，这个你先下一个。趋势啊，嗯，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，然后回眸一笑，对，那厉害。嗯，这是我名字的第一个词，嗯，然后第二个词 ，you， 我，你，嗯，你叫什么？对，全名，啊，就是嗯，就是你，你叫什么？我叫王贝，贝贝，嗯，对。王贝，对了，哦，就这样啊？对，几个？啊，我觉得我们已经挺厉害了。嗯，那我再给你30秒。好，可以。哦哦，这个简单。一种花。玫瑰。嗯。Okay。四字成语，它算是成语吧？晴转多云。嗯，不是，雨过天晴。对。又八个了。这真的太快了吧！啊，一种水果。金针菇。水果。水果。它是个谐音梗。金。它是谐音梗。一个水果，圆的，西柚，对，可以，OK， 三刀三两开，一二三。打个板。